你怎么光腿下来的？就是这么久没见了，想让你看不一样的我。哦，真是美丽动人呐。这个造型喜欢吗？我觉得只要是长了眼睛的男人都会喜欢吧。那这么多天你怎么不联系我呀？我忙着奔波，忙着赚钱，忙着给你更好的未来。啊，但是我每天就只忙一件事儿。是吗？你都忙什么？我还想你。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不过呢，我刚才确实忘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过来，过来。变了。我哪儿变了？你开始注意形象了，嘴这么香。你不也是吗？太晚了，我得回家了。要不要上去坐坐？今天还是别了吧。你呢，就早点回去睡觉。我一会儿还有点公事要处理，明天我再来找你，行吗？好吧，我会想你的，和你的味道。我也会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来，你把这衣服披上，外边冷啊。你知道最美好的相遇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久别重逢。因为爱过才知情的路。还没走呢，生气了。我刚才被同事临时叫去加了个班，跟他换一下岗，我没来及给你打电话说一声。你知道吗？流浪猫本来是不可怜的，但是你过来摸了摸它的头，然后你走了，他才是可怜的。还要多远才能亲